现在才开始在录。啊，不对。马来西亚，你有录那个360啊？啊，这中间对不上也没关系。你刚刚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怪事，也没有摔了一次脚朝天。
那就能到。你有帮那个站照个照相吗？没有。哦。我在往前走。你在干嘛？拉拉链啊！你在做什么动作？对啊，包有没什么人欸。有说今天这个到几点啊？三点半啊。这里还是到三点半。我看的是三点半。下一个。开火车。啊，还是好痛啊！打到我的小腿啊，好痛啊！你为什么好几下车过去一点？哦。过去一点，我大腿已经要超过椅子的范围。你坐了好几下，因为我跟你并排，我没有注意到下面的扶靠，脚有点麻。我刚好像不太好控制板，所以好像会两只脚交叉，有点危险。好像是下雨还是什么？不知道是雨还是雪，但是有点轻。我看你。有点就是直直落下，感觉雪不会这样落哈，是不是？好像是雪。如果是雨的话，我在看你的上面有没有沾到什么，它好像避掉，它会避掉东西跑掉，那就是雪。全都去马自费了。啊，好可怕哦。好烦人啊，你又有虫子，很过，然后好白哦，对啊，都有点冷哎，有一点，好，我好像拉链都合起来了，那就是要合起来，那就合啊，对啊，我是确认，我要确认一下，万一没有合起来，我就要把它拉到底，左边是关的，没错，右边好像是，那我呢，合起来的。但是我现在觉得有点冷，怎么想？嗯，不要背后不要抵太紧。好，还可以。我要把这个拉紧一点。应该等一下滑不会滑到太远。变大了。是
还是雨？是雪，白白的，是冰雹。因为上空来不及，是小冰粒吧？你看，穿裤子上很明显。对啊，是冰雹吧？一颗一颗的吧？一颗一颗的啊。那这确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这里的空气温度低于零度，所以我们最起码衣服不会湿。好冷。好，这样不错啊。只是我们要回下面的时候，衣服就会消失了。那我们最后要下去不就是连续五公里吗？但是我觉得连续五公里当中，中间那一段红的，我们可能就非停下来不可。那一段现在不知道被我们被划乱了。嗯。哎呀，那段有点。我要看它，可以录，我不会录到啊。掉掉掉掉，一颗一颗的、啊。嗯，好冷，冷，我冷了。像我明天一定要穿中层的、啊。对啊，我就觉得明天穿中层。但是明天会全身湿，好烦哦。应该不会，明天我们可能，因为它的预报是白马区的，然后梅池已经算是第三高的。那 Cortina 是最高，那梅池的中部以上，我觉得几率应该，它可能就不是雨，我觉得也还好。掉掉的。嗯。哦，中间好多、哦。嗯。好像撒盐什么的样子。嗯。嗯，它要撒。还有大颗的。嗯，有吗？有啊。还是它融化到一半要结成冰。哇，好冷哦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它会融化，就是把我们的温度吸走了才会融化。不要靠背后。我已经没有靠了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冷。嗯、我现在会冷的部分是大腿这一块。嗯，我是手背，主体还身体还好，手背好冷。我手没有，我的手空空的。他们就下去了，他那是允许他们走的哦。
will be closed at 2 p.m. Advanced course Manose, black course, and DVD double black triangle area will be closed at 2 p.m. Thank you for customer understanding.雪质如何？对啊，好啊，好冷哦！你有没有觉得变好冷哦？现在雪质如何？滑一滑比较热一点，有吗？有吧。你说他啊？看一看，好埃及啊！
谁？那个人啊？对啊。他就去，你们自己很帅吧？丈夫虽然他不入戏，但是他会降低温度，然后让下面跟下面的雪这样一颗积起来，这样很好滑。而且距离短很多，觉得滑下来觉得好短。这样子坐上去休息的时间跟滑下来的时间搭配差不多，对啊，不会太累。那你看这里变得好粉，我认为。哎、欸，你可以滑这边啊，只是他下不去哈，他走滑这边他就勾回去啊，但这一块。我的缺点就只有手套湿湿的。会吗？我里面的汗还没有干。哦，你有带两层吗？哎、欸，有道理啊。对啊，这样就不会这么冰了。我还没带啊。我可以把它带起来，反正也没有要拍照。我手臂啊，我就是手臂很冷、欸，身体还好，手背为什么那么冷？你那里盐巴好多、哦。对啊对啊，忍不住就觉得想要抖它，是吧？有一些话拍耶。如此一来就不怕了，塞不进去了。黑色的才有放不行。没关系，还可以。那冷啊？没有啊，我那里根本没有感觉会冷。对哦。唯一缺点是，这个蓝色的我平常不喜欢戴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小。对啊。哪个啊？在里面再塞这个。因为这里面塞的是要配合那个你姐买的那个比较薄，但这个比较暖，触控也比较好。好了，收好了。哦，好紧绷哦。怎样？哦，很难动哦。对啊，好好笑。这样我是握得到东西吗？不然我就先挂着不握它好了。其实这个棒棒到最后好像没什么用。我们还没有点账。我有试着做类似点账的动作，但是我懒得去点。我只是把重心维持住这样。我觉得手有点紧绷。所以不要戴了吗？没关系，戴着比较好。大概过个两三分钟，它就暖起来了。前面空了两个椅子，没有昨天那么热门。嗯，因为昨天应该有很多天气好就上来吃东西的吧？哦 ，Jackie，Kitchen 啊。对啊。风景好啊。昨天太阳又大。风景也很好。对啊，昨天我们都拍了。今天就雾成一团了。早上的360也有拍到嘛，对不对？早上。早上是我们跟在后面，我是说拍照。嗯，有吗？我忘记了，反正因为我打开窗，我有时候都会拍一下。好了，搞不好明天不用担心，明天下的雨像这个样子。谁知道？那就只能在上面喽。那我们就上来滑啊。练功。而且礼拜一可能人都不见了。我本来在想说会不会滑上面觉得没有下面那么好玩，结果没有。就是说这里虽然感觉不恐怖，但是相对的这里可以练功，而且这个距离跟休息的时间差不多。没有暖起来吗？我的手已经暖了。那我冷的是整个手臂。嗯。我不容易热哎。那个，你可能要加袖套还是什么吗？
我说你穿中层就算是家人了。对啊。雪变大、欸。好冷哦！那红衣服是跟白裤子的人有仇吗？你刚好看到吗？他去贴，是吗？去贴他边边滑哎、欸。你走啊走啊，我只是刚才拍照，昨天跟今天对照。
没有，我就撞到背很痛，我就背部撞又已经在痛了，我都没有被撞到背，还背很痛。是哦，嗯，就是这样压着就觉得，哦，可以解颈椎好痛，很痛啊。哎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我一直扭，然后有摔啊，所以没差。觉得所以是应该会痛的。可是我第一天就痛哎、欸。啊？我第一天就痛啊，背后。对啊。我是今天坐车的时候才觉得。下午就好痛。会痛。我就一直下午就一直在那里喊我背痛背痛，我就是我帮你贴那个吗？那是腰吧？上面一节啊。那你没有贴脊椎啊？你贴正中间。我没有贴脊椎啊，我是贴脊椎旁边一点，那边比较痛、啊。现在就觉得，这个一下就到了。所以说，可以不用休息。他们要休息三次，因为刚刚累就很久。他们要休息三次，好累哦，那个好累。休息三次，我快休息三次，我才下得来。被跌倒吧？没有，就走一走。哇，累累，是还蛮累的。因为你弯太多了。嗯，弯太多。就是你很害怕太快，所以就很弯，然后就停，就很弯，就是我都会刹很刹刹得很死。对啊，刹到快停了。啊，他我们这样没不刹的时候就倒了。但是我怕紧张，我会紧张。会会、啊。他说的，他跟你说，他刚有一次也是倒下去是真的往下滑。他说我跟背有没有都是血？哦，哎，没有，就血血票套上刮的都是血。练习练习，那你也要练啊，你也不要练一直扭啊。我就是要一直扭啊，不然怎么练？你不是也要这样漂亮的 S 吗？我没有漂亮 S 啊。你们不用啊？我没有漂亮 S 啊。你也是跟我一样哎、欸，这样翘翘翘。对啊。那不行啊，你也要练啊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好难哦。你应该就是也要勇敢的直板向下一阵子再做。因为我就是要正着往下，然后这还蛮快的。好了，不行，我应该要这样正着直板往下一阵。对，要往下一阵，你不要一路坐下去啊！我刚刚看一个 ski 就这样一路就出来，哇、哦，怎么办？他蹲的就很厉害那种，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很恐怖。他应该是有啦，只是很瞬间小的那种。小的就是都不知道到哪去了，远远看不到他。赶他速度吧，他要练习。我已经这个我不怕了，因为今天早上练过那个，这个不怕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你要去练难的。反正我就是红的、啊。其实你不用练，就是你去经验几次，但是然后就觉得这个很简单。我真的没办法 ，no， 那个太危险了。哎、欸，那会冲冲冲那种啊，嗯，就是很多馒头那种、啊。不是不是，就是就算乱学，其实今天那个要挑起的就。今天早上滑那个也是会很多不平的、啊，而且我有一下摔很惨，是因为我回头，你不要再把我雪板弄掉。我回头想要看一下我滑过的痕迹，对呀、啊，然后砰我就摔倒，很容易，因为你的 balance 啊。对，小玉就说你要正行啊，就脚就偷看，然后就啪就我就是要这样正，我脊椎都好痛。那你不要靠啊，不要完全靠着、就是。对啊，不要完全靠啊，而且靠着很冰啊。脑很冰，我现在已经快要不冷了。刚刚很冷哎、欸，第一趟超冷的。我觉得我这件雪衣很好，下次特卖会来问你要不要去。这件才1000块，嗯，台币。我有两件雪衣，其实真的。另外一件只有一次去苗场穿过，然后那件在苗场那时候看他店里卖，觉得很好看就买了。结果那件也不防水，又穿的又很冷啊。为什么不防水？不好，不知道，就不是很防水。刚好我们去是下雨。哦，会很惨。这种算下雨吗？这是雪啊。对啊，我想这是、啊、这个时候是下雨，是苗场真的在，苗场真的在下雨。然后那次就湿透了，背后都湿的，很冷。我就觉得好烂哦，所以我后来要来比较冷的北海道都会穿这件。这件真的。没有尿哎。嗯，那你爬上去 Jacky， 哎，好像滑到前面去。对啊，我要去 Jacky 那尿了。应该那是最近的。我要再滑两趟，你们还有力气。
还要继续吗？你是要休息的、哦？看什么的？那么早、哦？因为我觉得你们很容易就休息、啊。不会啊，这个不会累，这个要瞧自己的姿势。因为我怕我尿黄回来，你们说，哎，回家了。哦，多云。好。走开。
になってくる。我在你后面，我可以帮你拍。好。你是我的 GoPro。我下不去了。为什么下不去？干嘛？他们就教学啊，挡掉半边。小心。哦，我说你要去上厕所吗？你要去上厕所吗？你要去上厕所吗？
去，你敢？好重哦，他真的撞很重，坏的车吧，车撞很重，痛死了。你今天太让我跌倒，要上去的，我想要你要去的。我不会跌倒，结果就崩，太好笑。我包括上有没有水？没有，没有哦。我再看一次，没有。那这样就录不清楚，好笑，太好笑。他们刚在那边教学又不见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中间吧。他们挡掉半边呢，好像我有一整面的，你有擦、啊。你可以滑这个啊，只要你带。那就下去啦，下过不去啊。有啊，你就停，然后走路一点点。我还不要，你看这多深。你不是在松雪吗？这一片。那个是小丽啊。嗯。好、啊，这一趟我要冲出去尿尿。哪里 ？Jackson 是不是？还是 Jackies？ 小丽不会在休息啊，她怎么站着不动？休息啊。你们可以站着不动就休息。这脚也很酸啊，站着不动脚也很酸。对呀、啊，我从 snowboard 站着都觉得很酸的，我就要跪下来，不能坐着。起身很累啊。对啊，好笑。死亡之射，只要一摄影就飙。我们一直都这样啊，就每次摄影就啊，就掉下去了。还在意，还在意。其实我不知道，其实那边好像中九没有弄好，中九我还不大会滑。中九好像是。重心要往后吧。嗯，好，我们是好像是我们是啊。嗯。因为不然板子就。对啊，要板子再翘一下。不然就会插进去。对啊，我就一直插。今天那个在下面我就一直插，然后就是翻滚。然后缆车上的人就在看我。我想还有我都遮住，明天换一件不同的裤子就好了。是有差，很多人都在翻滚啊。对啊，可是没有人光明正大在那一片坡上翻。你看我们经过多少次都没有看过。我就一直啊啊啊翻，然后翻就板子插上去。板子插上去脚不就惨了？对啊，可是它下面超松，就跟这个是差不多松啊。就整个哦跑起来，没有这个这么松了、啊。这个真的太夸张了。然后就手一插上去，然后雪都到这里那种。然后我就啊、哦，我手又没力，我现在只能翻起来用跪的。你们的手真的蛮费力的，我们是、啊，我们是弄太多，这个后擦地板擦太多才会。我要弄一下，好难受。我是头发，难受的两位。哦，还痛吗？经过这个就要停住，还好吗？你等一下下一个也是要停住，然后就扣扣扣扣扣。你看这个就很痛啊，但是不会痛啊，我这个不会痛，我是靠这样会痛，这我还好。现在到底几点？啊，尿尿，我要尿尿。两点三十分，两点几分？三十三。哦，是啊。我们还有，我们滑到几点？三点吧，你不是说三点？就下雨啊，滑到下雨我就马上要回去。对，我讨厌湿湿的。北七有就三点啊，因为上面不会下雨，上面就下雪啊。小日子不是这样。那这样还好啊，那就滑到三点半啊。嗯，我要先去尿尿，我尿尿。整个影片就会听到你一直录说我要尿尿。我都唱 We are the champion of world。 好笑，我觉得那时候小弟完全啊啊哈哈哈哈。
威胁我说，你手在手，我也就会在搞破而已。笑死！你快走。哎、欸，还是我跟你去，但我想上大的哎、欸。啊？大的，大的，厕所。
所啊，大的就想上啊。可以帮我关沟后吗？下得很大，吼。